他就啊，你可以气跟女生可以讲，哦，像这样子，那就开始绕了。反正他就是录影了，他就是录影了，这个就是录影了。那、我们没办法按一下说拍照吗？拍照的话没有，他另外一个拍照的。那完了之后，他就自动飞回来给你，他自动飞回来，就他会飞来。哦，360度他就飞回来，他刚飞回来，你站在原地就好了。这个太有意思了，太聪明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就回来，手放底下。跟着你，没有，哦，在定点。再看到我们两个走路这样子，正面跟随。对，对，我拍我们正面。对，没有拉力站坡那边了，往前一直走。哦，那就，哎，那我跟着我走这边，他好像跟到你了，他就是跟到你了，没关系，哎，你啊，哎，他刚跟着到了，哎，你跟走快一点可以，他可以快到，他可以快到15公里，跑步他也可以。然后你可以往那边一点，这样它就会这样。好，那比如说你走累了，停了，好，那就停，它就会回来。那你去转，行，再往前一点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哦，它到它手到它底下，到它底下，收大猪。哦，